来咁解。姜子牙，系我而家命你速速下山，十得西伯侯讨伐纣王。弟子领命。领命，带着使命，这是否天注定？有命有令，各是注定，人事分工须听。确实要命，老弱要应，听命人事决定。哪用抗命，记住冷静，前世已注定。系迟啲噶啦，不过老人家咧真系唔可以睇小噶。冇错，我觉得。